牛肉干儿就特别好吃，辣的牛肉干儿，就这个是，这个特别好吃，这个是薯条，真的。我要给你们展示一下，我不是想吃，我就想给你们展示一下它长什么样。他从我视线里拿走，我会一直吃的。嗯，太绝望了，这个时候。就人家说是，反正这个喝代餐之后吃麦片，你每天只吃这两个东西的话，你就不会胖。反正我确实没胖，但是确实也没减。上个月就是，因为我特别容易受伤，就特别容易受伤那种，所以，浑身都是伤，所以就随身带着创可贴。然后这个吧，这个是美白的，据说是。反正我买的时候他跟我说是美白，但是它是隔离，之后他也带那个防晒指数。就这个呢，就是长得像我一样美的东西。这个，对，这个真的是高颜值，而且这个现在很难买的，很难买的。正常的人家我看那个美妆视频里边都是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使的。但我每次都这样，就这样使的，很累，很麻烦，就快一点吧。对，但这个应该是不正确的。但是就这个气垫，这个还有个好处，就算你就是涂隔离呀、涂什么的时候，你就用它拍一拍，之后也会比较均匀、比较薄一点。那这个就是口红，就是有点偏橘色，就是选这种颜色，它就会显得你皮肤稍微透一点，而且这种比较适合小女生啊，就粉粉嫩嫩的。这个就很高级了，这肯定你们都没有见过。是不是感觉它特别的酷？我觉得还挺酷的。这个就是你们手机屏幕特别脏吗？就这样，之后呢你就这样，之后这个就很高级了。这个是喷腿的，它其实就像粉底液一样，其实就把它当成是防晒腿的防晒霜用就可以了。这个香水嘛，也很适合我今天这个衣服，就闻起来有一种可爱的感觉。现在可以。在哪儿呢？在手指吗？感觉眼珠子要掉出来的那种感觉。那时候就喷一点眼药水，之后揉一下，对，就好了。